点心，两组一起。松说张老师平时也对这些古文化很感兴趣，对于文化的传承说点什么吧。放大一点，哎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我觉得文化传承是我们的底气、自信，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个一直传承下去，对吧？有责任传承下去。好拍啊！我听得见吗？先别喊了，让我问问题，我听见。男朋友的重要性？没有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老公。用什么三个形容词形容粉丝们？那太多了。经营的，你们说是什么？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听不听？反正就是很好。老婆，那人。那个伞刚好挡住了，还有问题吗？我琢磨琢磨啊，哎，我希望啊，我可以控制时间，哎，把时间停留在这儿，我手上多待一会儿。但是，我也想把时间快进，为什么呢？快进到7天以后。